这光真的很好哎。吃啥呢？就那个还有泰式的那个牛杂对吗？应该都吃过吧？是的。因为刚刚窗边的位置实在是太刺眼了，我们就换到换了个位置。今天超级冷的，今天是-18°C。我也想在室外喝一杯冰咖啡，然后拍个照片说一点都不冷。然后这两根头发都然后这边都头发都动起来。昨天我看到一个图片，真是笑死。是我的发在哪里的？在群里吧。嗯哼，我找一下。就是放原型就好，哪看得清楚？因为去掉了香菜，看起来卖相不怎么样的牛杂煲，不知道它的味道如何。下面还是有很多肉的。对啊，我就觉得是好吃的。还点了一份炒饭。我的这个奶茶也很好喝。每一颗都很重要。他卡住了。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。行不行啊？不要催我，你这有点狼狈。那倒是可爱。今天又是陪逛街工具人。跟自己不买一样。我会买的了。怎么样呢？心里觉得两件都很棒，但是如果一定要挑的话，我会挑这件。身上这件更好看。嗯哼。干嘛啊你？行行行，承认你比我美了，行吗？对，我再瘦一点好。再小一码还是这样好？我就这样刚好，不要小也不要大了。真的很复古。来拿着。就有点眉毛会更好看一点。哎呦哎呦哎呀，我捡起来，你先让我看一眼。偷偷拍了，这个也真的太喜欢了，真的好可爱。嗯，这是可以送的吗？这感觉是那种 DIY 的那种牌子。那边那边是，你要去那边搞一下。哦，好可爱呀，这是你的爱心啊，为爱而生。这不就涂色吗？我来带走它了。来人呐，把这个来人呐，把这个人给抓走。你像个吸吸，你像一尊庙，对，就这个洞穴，要拜拜，拜拜了您了。祝我今天有爱情运吗？另尊大佛。哎，姐妹们都增高了，就增加10公分有吧？至少10公分啊，我们现在都1.8米了。哎，怎么掉牌在前面？因为太烦了。走，你喜欢的饼干？对啊，这个超好吃的，这哪里都有。没有吧，只有这个便利店有看到，别的地方都没有看到。哎，你们店里也有吗？哦，因为上次来没有位置嘛，就非常的不甘心，再次挑战它。都好想吃啊。我有信啊，是依依给我的。你也是爱心。不耐心死了，因为自己摇开了。哦，是吗？哐一下，地震了，还有那一瞬间。我今天是走一个酷女人设，不要跟我搞戏，不然我杀你。你傻就到现在。那我们要从上往下这样切吗？应该在中间吧，这个。让姐妹们看一下里面是长什么样子。你真的感觉在看笑话，因为刀卡住了。我今天是走一个酷女人设。
家人们救命啊！地震了！来给姐妹看看。芝麻开门。里面就是这样平平无奇的。好。因为。吃吧，吃吧。今天是走一个女人，好像是还点了樱桃的。好一朵白莲花。我刚才发现了一个小地震，爱心都碎了。今天是走一个什么？就是笨蛋美女人设。嗯，是吗？这是我，这是我的打工服啊。哦，打工服，我还是你的打歌服呢。开始吧。这个景物翻过去。来，无印良品买点东西。袖珍带在哪里呀？但这个不是，只是看着是。这个也不是。把这个胶水，然后把试卷给粘住。找不到就开始自拍，真的很夸张。去找找拍去。你倒好，自己摇身一变成了修正液，让我一顿好找。人很多的哟。My God， 人真的很多，在大排队中。我们今天是各拍各的，谁都不要影响谁。要不要自己拿一张？哦，挺好看的。嗯，它光很足哎。老太太这个姿势，Thank you。